你把手给我松开，你真以为我怕你是不是？啊！是不是沈君山让你搬的？是我自己要搬的。顾炎之和沈君山之间，我必须要做个决定。织田显荣已经以日本人的身份出席重要场合了，这就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。 以后就不要见面了。我知道了，大少爷，刚收到一个消息。锦华饭店，对，要不要告诉二少爷？ 日军的主力现在就在锦县，离顺远还不到一天的路程。现在外面的形势非常的严峻，可以说是凤山合力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如果你现在轻举妄动，很可能会引火烧身，让自己粉身碎骨，你知道吗？小雨，听话，别那么任性，理智一点，好吗？ 说完了吧？说完了，走吧。你是不是疯了？ 是我一个个从街上捡回来的，陪了我这么多年。
从小在戏班子长的，我没爹没娘，没有亲人，他们就是我的亲人。现在我的亲人被人杀，我连仇都不能报吗？再者说，你是我什么人？你今天来跟我说这些话，这事过后，不管是生是死，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。你这么多年，你终于要摆脱我了，高兴吧？以后别再喝那么多酒了，顺远的冬天太冷，你要是喝醉了，就没有人一条街一条街的再去找你。我娶你。我不想看着你去死。小玉，我带你离开这儿。你老家不是苏州的吗？咱们俩就去那儿，好吗？雪香，等人呢。你不是来接我的吗？上车吧。人到了。嗯，到了。开始吧。問題に関する答えを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。お嬢様、帝王府の者が来ました。王が会いたいそうで、美徳飯店で待っています。行かないと伝えてちょうだい。とても重要な話があるそうで、どうしても来いと。失礼します。すみません。
就这些吧，谢谢。你家王爷呢？其实我今天找你，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我也想跟你说一件事儿。你先说吧。君山。刚刚看到日本商会的人进进出出的，好像那个女会长也进去了。真的？对啊，他们说的好像是织田显荣。你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织田显荣不在里面。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为什么要救他？他害死了额娘。不许你再这么做，不管别人如何，你不许参与。额娘败死了，一切带着我们给你报仇。
经知道小玉去哪儿了，对吗？玉姐走的时候，让我把酒馆的钥匙交给你，这里面是酒馆这些年的租金。我们的人赶去山南酒馆的时候，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了。宫泽中将派人封锁了各条要道，但暂时还没有他们的消息。致电宫泽中将，就说辽西一事我们全力配合。好。那个霍小玉虽然跑了，但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去查查之前在他酒馆工作的员工，熟悉的酒客，凡是跟他有关系的人，一个一个都给我抓回来。我就不信他不出来。是。还有，给我盯紧了王府。你瞎呀你！明明你撞的我，撞你怎么了？啊？撞你怎么了？撞你怎么了？你神经病啊你！莫名其妙。你神经病啊你！那不是个傻子吧？他叫安文，小时候遇到过一些事情，受点刺激，从那之后就有个毛病，就是经常不记事儿，尤其是对他不好的人和事儿。先生您好，请问买花吗？啊，我随便看看。好。不认识我？哦，您稍等。先生，我应该认识您吗？不认识，我俩肯定不认识。啊，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，我看看看看啊，快去吧。好，那您随便看看。我先走啦。
哎，停！给我挡一下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在等人。等人？啊。等谁啊？我本子上写着要今天在外面等人，等不到人不能回去。哦，你别淋着雨了啊！我先走了啊。啊，慢点。拿着，谢谢啊。等谁？我在本子里写着，我得在外面等着，等不到他不能走的。你连等谁都不知道，你在这儿等，你是傻子吗？我必须得等到他。进去。哎，哎，再出来别怪我不客气啊！你还看？下次注意啊！搞好了吧？啊，好了。曼婷啊。嗯。哎，谢谢你给我串戏啊。小事儿，没事儿，小事儿。对了，我们上次拍的那个电影啊，马上就要上映了。我给你拿了一些票，你带着你的亲戚家属去看。我们那个电影、啊。对对对。好呀，好呀，谢谢导演啊。那就电影院见了。好。他明星有何贵干啊？咱们上次拍的那个电影今天晚上上映了，到底也算是你帮了我一次。给你送几张电影票过来，今天晚上带你朋友一起看吧。这么快啊？废话，不看谁的戏，当然快了。好，一定去，一定去。等你吗？好。大家都别讲话了，别吃东西了。李文忠，你别吃了，啊！我要出事了，啊！快说呀！嗯，现在我宣布一个事情，今天下午6点，在国泰电影院上映新片《魂系香香》，男主演是桂珍，桂珍顾大少爷，请咱们看电影，大家可一定要捧场啊！捧场！谢谢，谢谢。郭艳珍，真的假的？你还演电影呢？帮朋友个忙，不好意思拒绝。女主角是谁啊？曲曼婷，曲曼婷可是我最喜欢的明星。那你可没戏了。曲曼婷苦恋顾艳珍，这是全顺眼都知道的事儿。还有这事儿？你不知道了吧？哎，梁晨，一起去看电影啊？我就不去了。哎呀，去吧！我长这么大，我都没进过电影院，没看过电影，一起去吧。你们去吧，我真不去。梁晨，还是一起去看电影吧，大家都去看，你不去一个人怪不合群的，还是去看看吧，说不定挺有意思的呢。好吧。
徐小姐，请问您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徐小姐，请问您对电影票房有什么期待吗？啊，没有期待。来，坐。说你是男主吗？快了快了，马上就到。哦，坐的腰酸背疼啊。关战，不是说你是男主角吗？我怎么一个镜头都没看到？燕林啊，你可能睡着了。睡着了？嗯，怎么可能？季姐啊，你看到了吗？连个影都没看着。我看见了。啊，你看到了？是啊，最后一场戏那几个背影就是顾彦真啊。对，这你都能看出来？男主角比顾彦真高，当然能看出来。你哪只眼睛看出他比我高了？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。你那双眼睛也没什么用，挖了得了。回学校路过就来看看你，最近没人找你麻烦吧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哦，这个是今天早上刚到的百合，你带回去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你放在房间很香呢。哦，不用，这是送给你的。好吧，谢谢。小俊，你咋过来了？是来找梁晨吗？对，他在吗？他出去了，不在这儿。哦，那他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了吗？嗯，没说。嗯，你要是有啥事儿，我帮你转告他吧。没事，不用。那我晚点再来。哦，好。那我走了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
起，先生，对不起。第二次了，你第二次泼我了。第二次，我不记得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帮您擦一下。去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真是报应。对不起。去，把这是你第二次泼我给我记本子上去。您怎么知道我有笔记本？我，你。你管那么多，我让你记你就记。先生，先生，哎，你这本呢？赶紧记，本本本本。你就写，我是李文忠。这条街上，百花洋行就是我们家的。百花洋行。李文忠少爷被我泼水两次，泼水就不用记了啊。哦，完了。嗯。哎，这别人都有照片的，我不得也来一张？哦，您稍等一下。啊。这个角度怎么样？帅不帅？看这边。好了。好了。到时候照片洗出来记得贴上去啊。好，下次注意啊。李文忠少爷，先等一下。李文忠少爷，这个送给您。这什么呀？这个叫富贵猪，很好养的，拿回房间浇点水就可以了。我要这干嘛？泼了您两次，实在不好意思。鞠个躬。哎，认错就要有态度，知道吗？再见。李文忠少爷。Thank you.
到警察室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该说的我真的都和你说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苏高吉哥，放开我！靠他俩！陈司机，司机，找去。待っていなさい。薬を取ってきます。はい。すいません。人在哪？刚才被你绑过来那个女孩，人在哪？少给我装死！我知道你听得懂。说不说？不说什么？说不说？这像是
结束，爱到没有退路，走进了迷雾。扑朔迷离太模糊，情不自禁的追逐，逃避着彼此，却依然回不到最初。现实总有太多禁锢，也许早该结束。你和我之间难以挣脱约束，爱是最美丽的毒，然而毫无防备的接触，先让你陷入幸福，再感觉到痛苦。我的心你从未看懂，却无声的落幕，也许注定只是一场悲剧的演出。只能怪我自己太投入，不知不觉的迷的路，越陷越深的毫不在乎，放下这爱的毒。我的心你从未看懂，却无声的落幕，也许注定只是一场悲剧的演出。怪我自己太投入，不知不觉的迷的路，越陷越深的毫不在乎，放下这爱的毒。